你知道台湾的名嘴有多聪明吗？曾有民众质疑这些名嘴们讲话不是靠实力，而是制作单位准备的稿子，但这样想你就错了，他们可都是各领域的专家，掌管所有已知及未知的讯息，各具一方的专家，谁会是全台最聪明的名嘴呢？蔡玉珍、江中博、张友华、张伟忠、徐浩平吧。台湾名嘴 PK 战就在寰宇 HD 综合台36频道金头脑。